第一个达尔文，不对，要孟德尔吧？好，做豌豆实验的。那染色体有 DNA，DNA 上面有基因，这里做的是基因的组合不一样。那我要 O 型、B 型、A 型都要有，所以就要选 A。小小就是 O 型，这是 O 型。在差异的话，一定要精卵结合。或是基因上的突变，哦，他本人是大小，爸妈不可能是大大成大大，然后夫妻是 AB 型跟 O 型，这样子不可能有 O 型啊，生起来不会有 O 型，这顺序就刚才讲的，细胞里核里面有染色体，染色体里面有 DNA。哦，染色体里面有 DNA。复制羊是拿，比方说黑色羊的核放到白色羊的细胞里面，那你只要长大的过程一定要细胞分裂，你要长大的过程一定要细胞分裂，那它不用受精啊，好，它也没有配子，配子就是精子跟卵子。让它放到妈妈身体里面，胰岛素基因那当然取基因要在细胞核啊，好。人类身高是多基因模式，好，多基因的，多基因，比方说 A A B 小 B C 大 C 猪小，就是它的大写越多越可能就越高嘛，好。或越矮这样子，然后基因型就是 AAAI，IAI，我就用大写来写，BBBI，然后还有 AB 跟什么 II，所以光这个一二三四五六，你自己就要选六种。好，表现型就是 A 型啊、B 型啊、AB 型跟 O 型。他说男生可以产生几种类型，那就是 X 精子跟 Y 精子啊。X 精子跟 Y 精子，就两种。细胞内的话，就有体染色体是22对，然后加一对性染色体，对不对？性染色体就是你的性别那个第23对，它不确定是大大或大小，你就要配隐性的，要配隐性的给它，就可以知道大大或大小。好，两个都是大 A 小 A。好，所以那表现型是两种，就是显性跟隐性。基因型是三种，所以加起来是5种。在他说啊，跟某个人交配会有这个大概是1:1嘛哈，那你这个就变成是大小啊，小小乘大小，这样才会2:2。哦。他说：“亲戴着红眼，那就是大小啊，再乘大小啊，所以大小啊，再乘大小啊，大小，占了四分之一，所以160要乘四分之一，所以大概38。选38这个。”你就要倒回去看，因为这里是1:1，所以小小要乘大小，这样才会1:1，2:2，1:1，然后再把这个大小拿来交配。
女孩，性别的话都是二分之一啊，对不对？总共都是二分之一。好，那因为我们都是人啊，哦，都是人，所以数目是相同的，形状是相同的，成分是相同的，数量也是相同的，只是组合不同，哦。组合不同，所以造成性状不同。他说，大脑会长肿瘤，然后交配，但这个肿瘤，肿瘤不影响生殖啊，哦，X 光呢，防突变，这也可以。这比较特别啊，哦。没有关系啊，拆一个就好。复制没有受精啊，对不对？在一条染色体不会只有一个基因，控制性状的要等位基因，它会成对啊。一条染色体是乱写。他说：“你我们看细胞核，细胞核现在是谁的？植入粉红色的细胞核，所以要粉红色。要看细胞核是谁的，原因是什么？遗传到爸爸的显性比较多，就看得到嘛，哈。”四条染色体，乙跟丙就是同源染色体嘛，哦，所以四条是两对。他说乙是爸爸，丙就是妈妈。那等位基因，如果 A 是等毛色，A 是毛色就要选这个就等位。啊，位于丙。好，这一题是 C。好，甲的时候这是减数分裂，要复制一次，分裂两次。甲的时候所产生的细胞都是单套，不成对，这是对的。乙过程不会有同源，而是复制。因为乙这个过程是细胞分裂，你要长大了，一变二，二变四。然后呢，不是，他们不是哦，跟感冒有什么关系？唐氏症是第21对多一条嘛？21对多一条，不要忘记了。在他问何者正确？假设 A 型乙基因是 O 型吗？这他有 O 型，假设 A 型的话，他应该是这样，因为有 O 型已经有小孩。乙有可能是 B 型啊，这样也会有 A 型跟 O 型，所以这是不一定。啊，丙一定是 A 型，好，因为这有两个 A 型，那如果它是大 A 大 A 乘大 A 大 A，那丙一定是 A 型，可是这个地方有可能是乙，也有可能是 AI 的，对不对？站在乙一定有 I 嘛，所以表示他的爸妈这边一定有 I。那不管是大写或是大写小写，这个丙都一定要是 A 型。哦，
那是丁呢？有可能是。它 A、B 型，这钉有可能是 B 型，好，或是直接它就是 A、B 型，懂是吗？B 型的 A、B 嘛，或是这个 A、B 都可以，所以钉不一定，但是丙是一定，丙是一定，好，乙是 O 型。乙是 O 型，都是小 I 小 I，那甲不一定是 AB 型啊，甲不可以是 AB 型啊，做不到，因为这样不会有 O 型，而且新染色体，那 Y 新染色体 Y 一定来自于爸爸，好，Y 一定来自于爸爸，再来这是女生。可以，就这里。唐氏症第21对有没有多一条？没有啊，没有。那1到22前面都是长跟短，好，可以。他说其他没有基因，这也不对啊。就删去吧，答案也是 C 哈。这里有说可以减速分裂的分离，没有染色体。那讲那么多，就是诱导到突变，那跟分裂有关系的突变，一定在细胞核里面啊，一定在细胞核里面啊，讲那么多。而且他问说，只有一种可能，表现型，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隐性乘隐性就也只有一种可能。绿色种子，它在这里写一千的，三种性状，表现型的基因态，只有一种可能。在这里，紫花在这里，红色在这里，所以这样这太明显了，就只有 B 可以啊。好，生物加油欸！那这个要熟练。